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，感冒的平民百姓，这个小弟感冒，所以声音可能会比较听不清楚一点。好，现在为大家测试的是追忆的幻影，追忆旅人关卡，我使用的是史莱姆王队伍，配上这个牛魔王。好，配牛魔王好处，妖精跟兽斗加成。所以我才配这样的队伍。女王的话是买保险，假如没有打的时候没有一波送掉的话，你可以用它来补血，可以缓冲。好，一开始先除CD再说了，最好是全部除到满。哦，尽量只需要上面。那如果他还要天降，我也没办法。就像这样，有没有？才刚讲完，夸张哎！啊靠！啊，我在干嘛？夸张哎，这平常每天降，现在一直降。断不开算了。血应该要70%以上吧。哦，这时候的话，我看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不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4、6，这个可以转这个，应该是这个吧？我看错了，2、4、6，2、4、6，好像看错了 ，shit！ 哦，我研究一下这个 ，yes。2、4、6，因为我之后转单色了，所以颜色变没那么好配。不好意思啊，麻烦大家等我一下，我要算一下牌。哇，这个好像比较难，又多了一个杂色。黄色，紫色，我靠！绿色，1、2、3、4、6。
错了，来不及啊，太杂了，只有六 combo， 悲剧啊，悲剧就六 combo。这时候我们的精灵女王就可以现身了。习惯用妲己了，这描述不够我用。看起来要五 combo 才回得来，好像这时候转牛梦，再转朱雀，好，这样补会比较保险。女王就在这时候发挥她的功用了。防御蛮高的，要破到防可能比较有难度了。哦，球大，没性格转。难关应该是这一关而已，其他应该我看起来还好，自爆小心一点就好了。现在都不给天降，刚刚我在处置的时候就是天降。的确有点抓痒的感觉啊。好吧，木柱多转一下，麻烦好像破不了，有点硬耶，比想象中还硬一点，这样应该差不多了。哦，所以刚刚在叠珠没有叠好，就很危险了。这时候样女王，我还是会把它出起来了。只要不要忘记连心珠女王的技能都会在，这后来改版又改掉了，把它改回来了，这样比较合理一点。在这一关的话，小心自爆的。资料上说是强制自爆，所以在打的时候自己要注意一下。哦，因为我有连心珠，所以这一关还好。
像现在就不要打到右边，也不要用到群攻，所以转出的时候也要小心一点，不要转太夸张，转到全体攻击的。我现在可能先转个光柱就好了，基本上是可以不用转，不转应该也是 OK 啦，因为伤害5000多而已。哎呦喂，好可怕，看起来像全体攻击一样。然后像现在就直接补多一点，补超过10000就可以了。补超过10000直接打右边这一只。哎呦喂，出车。哦，那这边过应该后面就没问题了。可能这时候不需要转了，只是。反正我那么多可以转，不转浪费没差接下来后面就都很好打了，新珠记得要继续点啊。啊，这个神魔王队你要断新珠的话，啊就没话说了，真的。我这是攻击12000，所以血还没到。一样不要断心啊！啊，完蛋！我以为差点断掉，才刚讲完而已，手转的倒是蛮顺的。发现我话比较少，因为讲话我一直咳嗽。啊！我在干什么？差点断掉我的心珠。虽然说 CD 好了，可是我还是不想要再。你可以多保留一次机会，没必要浪费掉。先攻盾就是要让他顶一下，意思就对了。以后就叫他先顶盾好了。这一队我还断心珠就不用玩了。可以看到我转珠也变得非常迟钝。这个的话先转这个就好了。哦，所以你有放妖精女王，基本上后面的关卡都很好过了。那这个机车的关卡图形盾，他血多少？43万 ，shit！ 下一关9000，
像那个图形离太远了，我真的不想理他，我下一次再攻击好了。真的很想给我断心的样子，这时候女魔王就可以开了。看一下，一二三四，两combo 也可以玩，有没有？然后离太远了，懒得煮了。因为我们有女王啊，所以你离太远可以不用理他，直接就新出打下去就好了，其他不用太理会。那这个比较近的就可以。就慢慢慢慢打，没什么差啦。然后都遇到图形盾就剩三combo，基本上只是跟他耗时间而已啦，没什么难度。离太远，无视之。好像有点距离，怎么星座都在外面？好了，等一下我们找，等牛魔王出来，开个死亡技啊，不要省他了，蛮浪费时间的。一波把他送走比较快。这个基本上我也没有算牌了，随便排就好了。哎呀，随便排要排什么？下次记得还是真的要看一下牌，可以增加看模式。我真的懒得看，打太久了。那么两combo也是可以玩的，没有关系。这个离太远一样，离太远我们就是用直接 KO 法，把杂猪全部滤掉就好了。奇怪，现在是怎样？怎么都离那么远？他是故意的，是吧？有那么巧吗？真的怀疑。剩一滴血不让我打。
有了吧？这次终于有了。那这9000D就更好打，这没什么了。哎呦，差点断了。保险起见，我还是会转。转一盒9000是还好，所以我们不能太轻敌。有时候放松了，反而在最后关头死掉。这个好比较多，看个人喜好了。因为精神不好，怕转错。还是一样，我习惯就是稳稳的打。不喜欢玩风险太大，哎、欸，入手，这一关就是5连5连5连了。嗯，给我这一只哦，用不到。啊，这一关就蛮轻松。每次尽量保持5连的话，你就不用怕说没有强化幸福石。像现在有一点远，我就先不消好了。啊，对，要消哎、欸，差点没洗，那忘记。不消就断了。这样下来还是会有强化心的、啊。哇，离好远啊！算了，把强化心留下来。真的都还蛮远的。两combo。只要不断心，基本上现在就跟通关没什么差，没有什么差别。要五连就是弄个强化的出来就好。水珠蛮多的哦，我看一下。先等一下，我等这只 CD 比较 OK 的时候再出招了。嗯，给我掉一大堆火珠是怎样？贪急啊！
那个这一支两回合应该可以了，因为他没扁我呀，那算了，直接出好了。看一下，一二四三，哎，这个应该还有二十。好，史莱姆王就是有机会就给他抱下去就对了。哎呦，差点断心了。三回合，是可以先转，台面上有很多新珠，不是很多木珠啊，说错。三康博也出来给他骗吃骗喝了。快结束了，我们就不能放松，不能放松。我刚好像真的想放松了。我本来想说我们可以稍微随便打，还是不要了，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。OK， 解决了。以上就是追忆的幻影的示范。谢谢大家观赏，我要休息了，这个喉咙我再这样玩下去会受不了，拜拜。